1月13日播出节目的创投组合今天将重返舞台。他那里有钱就可以任性吗？老杜，我要有钱再来，我肯定不要他。现场突然变了，而且有一种，你这个逻辑是什么呀？其实这是个谈恋爱的过程。对，忽悠我，不仅是忽悠你，还绑架你，你不投就没有父子之情。调查团的场外调查结果及观众投票数将决定在现场创投双方能否签约。你有没有能力骑这头野马？我该做的都做了。如果你选择投资，那请摁下它。来，全场倒计时，十个数。1亿的估值的话是50万。投票赢股权的幸运观众也将在今晚开出。单机点我们就送出了95万的机。创业创新，改变中国。各位好，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创业投资服务类节目《藏龙卧虎》。我是马丁，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四位调查团成员给大家介绍，劳雷影业的总裁方力先生，欢迎。优胜教育集团董事长陈浩先生，欢迎。红林珠宝 CEO 沈东军先生，三茂投资创始合伙人陈红女士，欢迎。1月13号，我们播出了一期节目，有四对创投组合来到现场，委托我们的调查团进行调查。现在真实的调查已经结束了，投资者是不是真的把钱投给那个创业者，今天才能做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看我们节目扫描了二维码，最后投票的朋友啊，投赞成票的朋友，如果今天你赞成的那个创业者拿到了投资，你有很好的机会发家致富。他将现场送出亲友股，亲友股是多少钱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是中国电视史上首档看电视投票就可以发财的节目。想发财吗？啊！接下来咱们有请第一对创投组合隆重登场。1月13号节目中，不和谐的父子创投组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褪去富二代光环的冯宁带领团队将产品乐住 APP 上线后，经济上已是山穷水尽。搞地产的父亲在亲情和不看好项目之间两难抉择，最终决定如果节目播出由30万观众投票支持，就有投资的可能。到底有多少人投票？调查团尽调又有什么新结果？冯宁能得到父亲的200万投资吗？下来之后可能我跟我父亲交流还是不多，他多半可能都不太可能投啊。这个项目是我说了啊，他有观众30万以上的观众支持我就投，如果没有30万我就放弃。所以一切随他吧，一切随他。你好。小冯好。你好。老冯好。这是一对父子组合啊。爸爸今天可能不投儿子吗？你好。有可能。我看看这个支持率有多高吧。这个是您还记得上回您说希望那个投票者达到多少你就投？30万。30万。对，我爸说30万的时候他明摆着就不让我活了，就这个。这今天这还算数吗？这个绝对算数。不到30万呢？不到30就拜拜了。如果没有30万人赞同，但是我们整个的调查觉得是可以投，你投不投？调查可以投，我得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四位导师，四位调查。所以你现在不要说的那么绝对，你要看看我们调查过之后再做决定。好，想安慰一下儿子吧。啊。想安慰一下。老爸心里有数了啊，不紧张啊，发挥好啊。没事没事。节目播出之后，受到更多关注了吗？当天晚上的话是眼看着在播出之后，眼看着那个自己乐住上面点击的那种迟钝的那种频率慢慢的就开始上去了，后台差点就崩了，而且我的 QQ 号跟微信号也被盗了。节目播出你 QQ 号被盗了？对，当时很复杂，跟做梦一样，就是什么都变了，然后那个乐住里面的刷屏的也开始起来了，然后我的微信也上不去了， QQ 也上不去。然后微信有啥关系啊？因为微信我绑定的是那个 QQ 号嘛，然后那个他到了肯定之后都没了。那找回来了吗？当时过了1个小时之后就找回来了。那还好还好，要不然我们还得担这责任是吧。当时的希望爸爸给你投资，希望投资人给你投资的是150万到200万，到200万期间占股份15%。15个点。你要送出的亲友股的百分比是
现在后悔了，也可以更高，现在是千分之一，也可能会更高，对。但是、啊、那可以增加，没关系。一个点。百分之一，对啊，千分之一加了十倍是吧？对 对变成百分之一了。对，哎，这个得鼓鼓掌啊，小伙子不错，豪气。其实这个，其实这个我倒给你一些建议，未必所有的项目都一定要送很高比例的亲友股，尤其是你这种项目是纯烧钱的项目，你会融很多轮资，你父亲这只是一笔钱而已，到最后你百分之一的股份你没得稀释的时候，你就知道百分之一很珍贵。我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给比例有点过高了，说明你并不懂融资的模式。我。所以这点是我要批评你，这不是摆大方的时候。我没有摆大方，因为我对我的员工也好，对我身边人也好，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这可能就是他应得的，我没有考虑。因为你要知道，凡是社交类上市的，都是十亿美金起步的。对。所以其实你千分之一并不少。你既然你要百分之一占有了，你再改变可改变不了了，以后啊。好，慎重一些，好吧？你现在还有机会改，真心的。现在要改还不晚。怎么又退回去了？难道说？你这样，你做一个最终决定，到底是多少？千分之五吧。千分之五，真的。还算是个合理数。按照他现在估值，他只有1000万到1300万人民币的区间，千分之五就是5万到6万5之间。OK， 明确了啊，大家等待啊。如果这个确实投了的话，有一个5万到6万5的收益的朋友，这个是支持者可能拿到的最好的报酬。反对的人一共有415个人选择不支持，不多，不多，不支持，这是不支持的人，不支持不多，400多个人，415个人啊，支持多少？我支持的，支持现在不能告诉你。按照我们的规则，从不支持的人里面抽出一个奖品，先送给不支持的人，真态度大奖。请尽快跟我们栏目组联系。接下来公布调查程序、调查结果的时候了，先请投资人冯明亮上座。那这个产品叫乐处 APP 啊，陈浩，您做了什么样的调查？就问你这事儿，我还挺费劲的。我专门找到了这个陌陌科技的这个 CEO 唐岩，他刚从美国敲钟回来，你可能知道对吧？我亲自到他们家去找到他，点评了一下你这个 app， 他认为还有的救。首先，其实你的方向没有太大的错误，但是你有很多基本原理不懂。他说你可能并没有做过产品经理，或者你本人没有过做产品经理成功的案例。对，没有。对，所以其实。这可能是你的一个职业生涯的缺失啊，不知道未来你怎么弥补。你现在团队里面有这个产品经理了吗？你认为合格的？产品经理是我最痛的一个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很多来的之前有换掉两个产品经理，我认为他们的想法还可能还不如我活一些。但是其实小冯啊，我觉得你宁可拿出1/3的股份，你都要去找到这个产品经理。对，否则你确实，因为唐岩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很客气，我不知道他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所以其实他首先指出几个基本原理，首先在拇指位置上，就是你的主界面上，你把那个位置完全浪费掉了。你的最核心的这个。你这个位置在这儿，完全浪费掉了。打开了以后只是个用户登记注册。对。你的个人中心浪费了1/2屏，我觉得这是你首先要改进的问题。我不认为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找那个什么陌陌的 CEO 怎么样说我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不认为说是他看的他这个陌陌在我心中有多高，或者说是他做这个产品我有多认可，或者说大众有多认可这个产品。我认为真正产品的话，我认为是要去比的，我可能现在比不了他，我可能1年2年之后是另外一个局面。我是想这么说的，就是你对于那个所谓大咖的评论其实不太放在心上，因为完全不一个东西。挺好，明白了，就你请的高人，人家不觉得好。没有，这是就是这么回事吗？这小冯啊，我觉得你看不看得上他不要紧，你自己的学习能力是很重要的。对，还有就是自我批判的能力。其实这一点上，我也不知道你性格如此，还是这个你自己没有上过班，没有这些职业性。其实你的团队啊，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你一人说了算。所以一个没有碰撞没有火花的团队本身创意也会少，所以你又认为自己是一个最好的产品经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对，然后自己在学习上，你刚才那个态度是有问题的。这样吧，儿子，我跟你说句话啊。你干什么事啊，要用心还有虚心，用心的同时呢要虚心，用心工作才能优良，用力工作只有合格，知道吗？
哦，我想挑战一下这个冯爸爸，这个所有你跟儿子之间这些投资也好，这些所有的关系也好，您太太是什么意见？那我太太很支持他的工作。好了，咱们回过头来讲，今天您手里的钱是谁的钱？是您个人的钱吗？不是。对呀、啊，是家庭的。对。是您和您太太的钱，所以您最多只有50%的发言权，按照法律。就今天你所有的财富，您太太、您儿子，都是有贡献在里面的。冯先生，你真的得考虑，咱们现在不是简单的在投一个商业模式，对您来讲，这是个战略投资啊。就您想想看，在您儿子成长过程中，你亏欠了儿子多少？也就是说，在您家里的财产里面，至少还有1/3属于您儿子的。如果说您儿子如果占掉您的时间，你还达不到您今天，因为他们把后院的问题给担了，让你全身心最勇敢。你这是逼着人家分家产？没分。我今天不是我，我是想跟冯总讲啊。哎，有这么一个方老师太帮你了，今天都不是200万投资的问题，是1/3的家产。我想跟冯总讲哈、啊，咱们做长辈的有这么个儿子能够去打拼，我告诉你，我就是拼身家性命，我都豁出去了，没关系，儿子这个做砸了我再来。我就不相信这儿子出不来。我替方老师把这问题给你明确一下，就是你肯不肯拿出什么意思啊？方老师，你说的。方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敢不敢拿出1/3的家产来投资你儿子？方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不管调查出什么结果，出于父子感情，你都要投。你投了不仅仅是业务，你投的是一个父子之情。但是我要发一个言，我不赞同方老师的这个意见，因为难道你有钱就可以任性吗？我孩子锻炼，他可以找到，在市场上找到人，有别人投他了，他父亲可以跟投。如果说在一个不明确方向的情况下投这个钱，我觉得这是一个纵容，这是一个反而把他推到了火上去烤，反而把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做坏掉了。你说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丢的是时间成本。我支持方老师，这个是天使投资，这个天使投资是在孵化阶段，给儿子的机会是什么？我们大家已经看清清楚楚，好，我们都不需要调查，就从上一次到这一次，这个冯宁站在这儿说做所有事儿，我都认同，我都支持，因为他能有这个胆量，能咬着牙，甚至不理他爹，不要他爹钱，他都敢干，这种儿子太棒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冯总，您投的，冯总，冯总，您表个态，最关键，您明白了吧？我还得说完，还得说完。说，咱的生命是最值钱的，咱们丢掉1年2年时间，儿子丢掉2年时间，那值多少钱呢？那是沈总，你那几百万他买不回来2年呢。好，您表个态。这个，谢谢方老师啊。啊，你刚才那一席话，我看村里是忽悠我。不仅是忽悠你，还绑架你，你不投就没有父子之情，这绝对是一种。我这边解释一下，冯总，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忽悠呢？为什么我说忽悠我呀？啊，因为我投或不投，这是我有主见，有我的打算。你放心，我既然投了，我得选定了，让他成功了我投，他不成功投。他成功了，你那就不叫投资了。冯宁现在要的，你那要占便宜。他不成功的时候你投才叫。他这个现在我都不看好，你投什么呀投？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他在外头奋斗的时候，一定是说我奋斗都是为了你们。嗯。真到他该为了你们付出的时候，你看他又蹲下来又不给你们。到这个时候我得考虑一下。首先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是先感谢方老师对我肯定，而且我也很喜欢您。就算我父亲不给我投这笔钱，我跟我现在的团队一样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我现在很多团队他们大部分人他们是愿意自己拿自己的积蓄跟我继续干的，无所谓，没有，因为现在我大部分的开支都是人力人员开支，没有了我继续能活下去，我继续会一直干下去。他们愿意不要钱，真的是吧？看他哭的时候，我但是呢，这儿子呢，但是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他
刚才他一哭，我感觉很心里很难受，这孩子也很辛苦的。那个小点儿子，你不要刺激我啊！那个投或不投，我就看这个投票率的高低再说。啊、但是老冯总啊，你知道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吗？对对，都是你这种愿意给儿子做主的人害的。你说，如果说下一代都让我们在那呵护着，按照我们的方式走，这个社会就不进步了。我们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越我们，超越我们不是拿钱来衡量的，不是。他们快乐，他们能追自己的梦想，他们每天有激情开心，这比什么都、啊。那个关老师，你有没有赔钱的进步啊？好，冯总这样讲，我现在来承诺你这样，你今天投资，我给你陪着你。赔钱，行不行？我觉得不能说，对儿子的好有很多种好法，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了，而且这个项目是一个一直要做下去的，他没办法止损。嗯，彭爸爸，这是一个财务投资逻辑，如果你今天投钱是为了拿回钱，你要接受沈总的投资逻辑。但是你到底是情感投资还是一个财务投资，或者说还是短期投资还是长线投资？我作为一个外人，我看我都特别喜欢你儿子。啊赔！那我方老师，你给他投钱吧，行吧？哎，现场，我说现场的，哎，您每投100万，我投30万。方老师，等会儿，现场干脆你就认方老师当干爹吧。可以，来吧，我觉得可以，这儿子多好啊！可以，只要方老师，我可以当、哎、你不是特别喜欢他吗？还能学到很多知识，还能拿投给你钱，行吗？没有没有，我是说真的，就这种年轻人小伙子，真的是，可以啊，属于这个时代。这你同不同意吧？愿意吗？同意。不同意什么？你愿不愿意收他当干儿子？愿意吗？这个太俗了，这有什么俗？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我跟他做忘年交，我做他好朋友，我帮他，我一定能做他顾问的。叫方叔叔吧，认作叔叔。叫叔叔没问题，行吧？老赶紧鞠个躬，叫干叔叔。彭总，我就说这，您要投资。我肯定给他做顾问，来，赶紧的，小伙子，我肯定给他做顾问，这小伙子太棒了，给我一个拥抱。哎呀，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就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啊，老年人了、啊，就一定要把这个思路打开，就年轻人。他们的那种兴趣是导致了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冯总，你一定要冷静，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冷静，因为你的钱投下去可能就打水漂了。沈总啊，一说我打水漂了，我感觉现在漂走了不少了，已经漂走了不少了。这样，冯老爷子，您再琢磨琢磨啊。漂流了快，不是你投到什么时候是个结局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烧钱的。他要跟我说，他投一次不投了，绝对成功了，可以了，我也成。所以其实冯爸没底儿了，这本质上是你根本就不懂他这个商业模式。对，我听出来了。我到他公司采访的时候啊，他的员工并不知道他是个富二代，看了节目才知道，哦，原来他还有个有钱的爸爸。他在公司很朴素的，所以其实你儿子，我相信他真不需要你。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调查还没说完呢，陈红说说你的调查。我呢，这个也是委托我们这个节目组啊，去要了你过去的这个花钱的这个记录。你上次跟我说你是花了100多万，对吧？嗯。一百几？到现在不止150了吧？150是吧、嗯？然后你给了我们一堆都是 ATM 提款机的票啊，你当时都是现金花的，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吗？我没算过。190多万，将近200万。对，里边有我老婆拿一笔钱没算计吗？她是单独给我转的，单独有时候就直接转到员工卡上，都会有、我媳妇偷偷给她好几次钱，我都不知道。对，还有我妈，她那个就是、对，我妈妈，因为后来她我已经放弃我父亲这边，我后来我也是厚着脸皮管我母亲要，也是给了两次。你妈给了你多少钱？1次10万，2次，就也是后来的事情了。所以你对你花钱有这个敏感度吗？你是很清楚知道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吗？因为创业公司这个太重要了。我很清楚，我花的精确到千，但不会往下去走。那为什么你会告诉我是150万？因为现在在花自己的钱，然后多花了，刚才说多花了10块也好，还是1块也好，我觉得，我最想要的是产品能够走到什么样高度，所以我在乎的不是我现在多花多少钱。当然以后拿到了更多投资人钱的时候，那时候钱就不是我自己的了，所以说那时候我会更在乎这一点。但不代表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冯爸爸，你知道儿子花了将近200万吗？不知道。
不知道。那你这个现在是数字不是之前的130万，是200万，你是有什么想法？哎，投钱现在我是不投了。不是，我觉得、那个、你已经决定了吗？你已经决定了？我一会儿看看这个观众投票率多高吧，我再说吧。我觉得这个冯曼曼，你有很多观念真的是需要改变的。首先，他花200万跟其他富二代花200万真不一样。其他富二代200万买跑车了，旅游了，对不对？然后买各种奢侈品了。你儿子多朴素，200万花给了自己的事业和学习。你这都不投的话，那你希望他去干什么呢？当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吗？冯总，我补充一句啊，如果你今天决定投200的话，就是260万，还有方丽的60万。那就直接，如果冯总这么讲吧。如果您决定投200万，我再追加100万，他拿300万。我也锦上添花，我也跟投100万。这个不投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是400万了。来，方总，太棒了。哎呀，我跟陈浩绝对服你。我不投啊，我的想法啊。不，现在这局面我再跟您说一下，您清楚啊，就是如果你投200万，有跟投200万就变成400万；如果你一分钱不投，那200万也没有。是这意思吧？我们还没说这个，我们先看冯总怎么想。考虑考虑吧。您嘴那么硬，现在开始软了一点。这其实应该说今天要150到200。对，但是到明天就不知道了。咱先说今天的。对，但是这个必须要提醒他爸爸，应该要知道的。方老师，我投的少点行吗？您要是这样的话，就有点空手套白狼，这个小馒头套大馒头的感觉。这样啊，我表个态啊，我投的少点，到时候你们赢钱，赢1亿，我一分钱不要，这行吗？这个没有关系，您自己拿主意。就对您来讲和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不一样的。我普及一个知识啊，其实作为主要投资人，而且是天使第一个投资人的话，你的态度很关键，而且你又是父子关系，如果你对他没信心，以后的投资团队也会对他没信心。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啊。对，也是。好，局面都已经定了啊，我告诉您投票数是多少。截止节目播出到目前为止，总共有4430人选择支持你儿子的创业项目，离300000还是有挺大差距。但是他是不支持人数的10倍啊。来吧。明白了。1万都没有啊？没有，总共的投票人数一共不到5000人。你明白了，有400多人反对，有4400多人支持。90%多支持。对。OK， 别的话不说了，咱们该做决定了。来，请您把您的右手放在我们的选择器。对，待会儿我们全场倒计时10个数，您再思考最后10秒钟，摁下去就代表您投了，不摁把手拿开，说我不投。跟你老爸说一句话，在他摁不摁之前，来。如果您能投的话，我先做一个肯定，就是刚才那个陈红老师已经说了，可能是个无底洞，但是我有信心，下一个200万进来，我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好了，来全场一起倒计时10个数，10 9 8 7 6 5 4 3。请选择。过去抱抱你爸。哎呀，我无奈呀，无奈。最高兴的。哎呀，爷俩都过来，爷俩都过来。啊，来来。哎呀。冯爸爸，您赚大发了，你知道吗？就啪一摁，哎呦，这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呢，很无奈呀。您最后选择摁下去，是因为父子情深呢，还是因为用200套200呢？您是生意人，您生意做这么大，这个不会不懂是吧？我主要是啊，看着儿子刚才都掉泪了，我很心疼他，主要是不投吧，给孩子没个交代，还是无奈，情深是无奈，没办法。明白，顺带手还能套200万出来是吧？对啊。
你爸还是很再投200万吧，播出去了，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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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200万，好，哎呀，亲亲老爸一口，一般，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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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我爱你，他亲过你吗？没有没有，从来没亲过，没有没有，第一次亲你，这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值不值？我亲他好多次了啊，无数次，他亲我是第一次，我亲他无数次，就所以这投资回报已经完成了。对呀、啊，200万换一次第一次亲，值不值？值不值？值值值！哎，小冯，你最想对你父亲说些什么？我爸不管怎么样，他在我心中永远最高大的。这样，儿子，你首先感谢这个方老师跟那个陈老师啊，没有他们两个在一边忽悠我，我不会投的，我真不会投的。别光你们自己高兴啊，还有一位观众现在接下来会更高兴，就是我们获得亲友股的那一位，获得了1/1000的亲友股，按照上限200万来说，那就是65000，是吧？400万了，他募集自己不止了，原来是150到200万。占15%的股份，现在400万占20%，25%吧，25%，对，我应该的，应该的，估值1600万，估值1600万，然后呢，1/1000是多少钱？8万块钱，8万 ，OK， 明确了，亲友股现在市值8万块钱，你来抽出来，好，好不好？来吧，好，转过身去，对，你说开始，然后再说停，决定4000多位中，其中谁是那个幸运儿，拿到8万块钱亲友股，来吧。开始，停。1189藏龙卧虎3523，恭喜这位朋友，因为看了个电视啊，扫描了一下二维码，然后拿到了8万块钱，现在8万，以后可能更多，恭喜你。尽快和我们栏目组联系啊，你想变现也好，想继续。代价而沽，看能不能胜最好，都是您的选择。除了拿到钱之外，送出亲友股之外，你需不需要人？需要，肯定需要。需要什么样的位置的人？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但是产品经理我是最挑的，因为我也就只懂产品，其他的我懂不了。藏龙卧虎和非你莫属有一个联动机制。刚才他说的需要的岗位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合适，你就把你的简历啊发到我们的非你莫属2010@126.com， 在邮件上标明了藏龙卧虎及自己的求职意向，就很可能。加入到冯宁的公司，好，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老冯总，谢谢，谢谢，谢谢，来抱抱，抱抱。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结果，到现在的话，我真的是，这心情的复杂程度真是没法去形容，而且感觉跟做梦一样。投这个钱，是一个父子关系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就叫他再试一把。第三次他再来的话，我绝对是100%不投了。1月13号的节目中，明星老板杜子健再度创业，推出堪比飞天茅台的老杜酱酒。节目之外，调查团对他又进行了详尽的场外尽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观众的支持率有多少？营销大王今天能否在场上拿到500万的投资呢？我是一个充满了斗志的人，我说我对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搅局者，那这个局不管投资与否，我都继续搅下去，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我会继续把它做得更漂亮。哎，欢迎，哎，你见三位了？嗯，他是他们公司的副总，这今天大老总来了，今天老大来了，对，老大来了。大老总贵姓啊？杨华。杨华是吧？元宝，哎，啊，今天就是两个人审你，对，是吧？加四个。啊，4个，6个人审你是吧？所以现在就是很紧张是吗？有点，有点是吧？老杜，你今天戴围巾来，就是做好万一不投你就上吊的准备。哎呀，来给我们讲讲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如何？这个节目播出的当晚，我在观察它的销量，它销量在10点钟之后就开始往上涨，到了11点的时候增长了18%左右，然后到第二天一天24小时整算下来，大概增长了22%，而且这两天都在保持这个增长平台，都是这个增长势头非常好。第二个是，节目播出的当晚和第二天，有很多的民间投资人在微博上跟我联系，大概有
20来个人吧。如果按500万的量计算的话，大概有1亿的一个投资意向。钱播出之后，就将近有1亿的钱要涌到你这儿来。对，今天我是带了有带了传统企业到现场的。什么意思？就是有投资人来了，要现场拍钱的。有后来的想投资的人。对，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坐在哪里？在哪儿呢？对，他。麻烦先生您站起来一下。他是河北廊坊的，还有个河北石家庄的，就是那一天的。您好，贵姓？我免贵姓关。关先生是吧？对对。是看了我们这个上一期节目之后。对，我上次看了节目以后，我觉得老杜这项目非常好。您打的投多少钱？300万到500万吧。300-500万是吧？那就是您就是来抢项目来的，今天是吗？那个这个新冒出来的投资人，我送你一句话：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个投资人，因为在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了几年当中呢，我就关注老杜很久了，然后觉得人很靠谱。谢谢。是个奇葩。但是你未必投得进去啊，这边杨总跟朱总是先发优势啊，那他们投了你怎么办呢？这个就下来再跟老杜协商吧。那如果他们不投了呢？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你说他们都不投了，肯定有原因。那是他们的原因，我是我的原因，这个各有各自的考察角度不同。就是不管他们先投不投，你肯定是要投老杜的。对。哎呀，情敌啊，杨总，这个情敌很强大。垫底的是吧？你到底是出于一个粉丝对偶像的热爱，还是对这个商业项目的热爱？咱们就别猜了，有一种爱就叫做盲目。这两种都有。我这么问吧，如果沈总创业了，你投不投？可投可不投，但是不投的可能性大。这关先生是敲山震虎啊，老杜太鬼了。我跟他给这两位听一听啊，有垫底的，你们看着办，是不是这意思？不是，就是当有投资意向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数字来膨胀我，我还是要保持我的商业底线，我答应的就要坚持。不错啊，杨总什么感觉？就是那个关先生的出现，你什么感觉？待会儿看看调查团的数据吧。就不管他投不投，自己要以事实说话是吧？对。你看，这投资人是吧？心里虽然有点打鼓，但是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这是好投资人必备的优点啊。如果今天拿到投资，得有一件事要干，干什么？我在节目播出的时候，节目之前我就说了，只要今天投资成功，我会拿出我原始股的1%给其中一个支持我的人。1%，一是吧？500万20%，1%是多少钱？500万20%，它的估值就是2500万，1%就是25万。就今天要送出25万这亲友股，是吧？这样，咱先别说好的那个事儿，你想不想知道多少人不支持你？应该占比不多吧，该15%左右。在节目播出之后，扫为我们二维码投不支持、不看好的票数的。到现在为止是291位，我们说话算话，虽然你不支持，栏目组送上一份视钱如粪土的真态度大奖。来，接下来咱们有请两位投资人，请上座。前面都是铺垫，后面才是真的。现在玩真的。他们够狠的，这四个人肯定又下毒手了。手最狠的应该是陈浩。陈浩啊，那个去他公司，我们暗访了一下。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调查团担心的问题确实找到了。对。首先就是你的团队管理问题。对。那我们当时这个总经理在我们走了以后还追出来到电梯口，说你跟老杜说说我的股份啊。所以。我们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现在核心管理层没有股权分配，然后你的普通员工没有一个完善的绩效，也就是说他们加班该挣多少加班费不知道，提成提多少不知道，一个没有福利没有绩效的公司挺让人担心的。因为这个公司这一批人马拉到今天为止还不足一个月，从一两个老的员工开始到现在新员工进来，有的才最长的一个工龄就是一个月。对，但是其中另外一个副总，你们管运营的副总跟了你2年了，也算你的徒弟。对，这个高总也很有行业经验，我觉得你们作为管理层不能找借口。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提前设计好的，股权什么结构对吧，期权池给员工大概少，然后他们正常的工作的工资绩效，这都应该明确，还有工资正常福利。
年终奖没有明确，然后因为你要知道，你们作为电商企业的话，员工长时间眼睛对着电脑，你最起码得有个眼保健操的时间吧？没错，你最起码得有个下午茶的时间吧？这个没有，我觉得这都是你缺失的，这个要好好反省啊，别嘴硬。这个接受，这个接受。陈浩的调查给我们呈现的是老杜的公司虽然是新公司，对，但没有特别朝气蓬勃，反而是愁眉苦脸。有点杜扒皮的这种感觉，是吧？就特别用人特别狠。老杜，你刚才给亲友股给了1%，嗯，以你现在的估值来2500万来算，就是25万呢。嗯，你给一个陌生的观众能给25万，你自己团队为什么不能这么拍脑袋给出25万呢？陈浩，我要问你一件事，这句话有点不客气，就是你会把一个到你公司来不到10天的人，你就给他承诺有股份？高管是一定会提前说好的。到你公司10天你就给了吗？在你的历史上，你真的有这个事吗？面试的时候期权就直接给了。面试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说有这个。我们会把期权再转化成股份。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我觉得一个公司的，我真的就是这么做的，我新创的企业都是这么做的。我绝对不会等他干了一段表现给我看，那是过时的想法。这是一个能力体现啊，有市场上很多。那面试是干嘛的？嗯，对啊，面试是干嘛的？你去猎头去猎什么去了？你没有做好背调，你请他来干嘛？面试是干嘛的？试用期是干嘛的？正式公司是干嘛的？我觉得你把这事混为一谈了，为什么我说你老套？我反对用10天的时间来定义一个人是公司的真正的高管。我们不要争论这个理念，我们讲一个现实：一个真正有运营能力的人，如果你不给他股权，根本不会来。所以我很质疑，一个你不给他股权，他说出到你这个公司来，我能够承担总经理的角色，我很担心那个总经理。才来的人，这个人我不要。嗯，这是利益的一致性。我们现在在投所有的，第一个是志同，第二个是道合，第三个才是共同谋财。当前这个社会，我们提倡的，特别是创业公司提倡的，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事业合伙人。所以在这上面呢，我觉得老杜呢应该在这上面早一点和你的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谈，说一些这些事，否则就不会出现陈总去，你的员工追着他说你要跟老杜提这个事啊，你要跟老杜提。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调查出来的，而是你的骨干员工自己反映出来的。其实老杜现在干嘛？老杜现在谈恋爱呢，现在没有到领证的时候。对，其实老杜现在还没彻底想清楚他跟什么人能搭档。其实这是个谈恋爱的过程，我是支持你别谈时间太长。杨总、朱总两位一直在听，是吧？就这个管理模式、人才激励机制这一块，你们听完什么感觉？公司的奖惩机制啊，那是肯定要的啊。有团队啊，凝聚力，没有一个好的奖惩机制，那是肯定不行的。这方面老杜做的好吗？很清楚。目前呢，可以理解，因为公司刚成立，才一个月，就像刚才方老师讲的，正在恋爱期嘛。但是这个恋爱确实不能太长，否则这个团队啊，应该是有问题的。啊，团队很重要。可以理解这四个字，对，是吧？对，这心里有底。谢谢。接下来咱们看看另外一个调查员，这回陈红来吧。你调查什么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电商。对。但后来跟陈总谈到我们有相通的地方是，发现你还在外面招这种小部队，就是让他来做你的分销商，所以就发现这是一个传统模式。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在做我们现在的电商，还是说你在做传统模式，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是所有调查当中应该是最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直销，还是通过你的粉丝在分销。这是关键点。现在模型已经出来了，现在模型是有130来个人在销我的酒，未来的核心点就是每一个县里面有一个网友在线上卖我的酒，就是大概我要发展到3000个县，3000个人来共同经营这个酒的市场。那现在情况就是说我那个没有实体店，我就基本上只能是上网购买。你有实体店我不给你，就是实体店找我的我们全部拒绝了。咱们现场打一个他的代理商之一的一个人电话。OK， 我跟他对话，我买酒，太好，好不好？你们太好，来吧，拨通代理商电话。老杜脸又红了。哎，你好。哎，你好。哎。哎，你好，你好，你那个这是卖酒的是吗？啊，对，你是哪儿啊？我就是我自己啊。北京。啊，我北京的。啊啊。我就是想买那个老杜什么酒，老杜酱酒啊，在您这儿能买吗？我这是天津的代理，你找北京的。我告诉你，我把你的电话发到群里，让他们联系你，行吗？我就在你这儿买得了，我这懒得再打了，没关系，你给我快递过来吧。快递呀？啊，我先问问，行吧？啊，那个，可以。那我想买一箱，那个能便宜点吗？560块钱一瓶行吗？100的。您认为可以吗？可以啊，现在我们卖100块钱一瓶那个酒，现在是卖120，涨价了。对，
你们也太黑了吧？不是100块钱吗？我在网上看。不，你更黑呀、啊！你这打个六折，100块钱打个六折，你想啥呢？那也不可能。90呗。90也不行，120。那个大姐，你这服务态度太差了。没有办法，这个酒我们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出。不是，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投诉你，你这太差了，你这服务态度，怎么什么都不行、啊？可以啊，可以啊，你欢迎你投诉。什么叫欢迎投诉？你什么态度啊？我这诚心诚意想买。我知道，我也是诚心诚意想卖呀、啊。你这个价格我肯定走不了啊。行吧，那就这么着吧。好。行，那谢谢啊。啊，没事。再见。那我投诉你啊。可以。拜拜。我觉得还行。是什么就还行啊？还行，还行啊。一个优秀的销售人，我觉得，老杜啊，你这管理最难的就是管分销商，对，他跟管理你员工的难度级别还要高。对，所以刚才从这段听了以后，替你捏把汗。你如果不重视他们的培训和管理，包括他客户对他们的投诉，你有可能未来面临很大的危机。比如说，你的代理商带头造假，卖假的老杜酱酒，对吧？我不培训他们。就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商业的思维，我顶多就告诉他我们应该是什么样一个产品，有什么样一个自信。那你回到刚刚那个陈浩那个问题，如果你有代理商带头造假，你怎么办？特别简单，第一乱价的，第二带头造假的，只要被投诉一次，我们确认是真的，取消代理资格。没有，我是提醒，我不跟你讲惩罚制或者是现金什么管理制，没有，直接滚蛋。提醒，我对我的品质的把控是有自己的一个高超的技巧的。这是什么？这是我的酒。我酒为什么要带这两个袋子上来呢？就是当你想盗版我一款酒的时候，那一款酒我可能就不生产了，我会迅速的迭代。你想抄袭我，我新酒一出来；再想抄袭我，我新酒又出来。我直接在媒体上和我的互联网环境里告诉大家，这款酒已经没有了。但是在电商上这又不合理啊，因为爆款或者说经典款是你始终要卖的，挂在产品线上的。互联网是有周期的，互联网它的产品有周期的。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话题的热度，那一块产品慢慢就死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开发新的名称和品类。我现在为什么要注册60多个品牌呢？我不做主品牌，我主品牌就叫老杜酱酒。你像这一款叫小任性，小任性马上要上来了，它一上来卖3-4个月我就收掉了，不卖了，我再卖另一款，这一款高端的江湖30年，就卖2个字，卖江湖。江湖我卖完了，3个月完了以后我又不卖了，但总名称是老杜酱酒啊，他就看卖腔调，那就换成这一款。这也太快了，你这就叫换汤不换药。没有没有，老杜玩的是艺术和时尚，互联网思维嘛，一定是快速迭代的。我不让你，绝对，我不给你抄袭的空间。当你想盗版我的时候，我那个不管了。我觉得老杜他现在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前沿的一种营销模式，在微时代，这叫自明星。那在我们所有的明星当中，企业家当中，他其实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开拓者。对，那我就这个问题来说，潘石屹先生已经出了潘苹果，他如果下面做潘酱酒你怎么办？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就是潘老师做酒的可能性不大，我最怕的还不是他，我怕的是雷老师做酒，我就没机会了。雷军做雷军酱酒，老雷酱酒是吧？潘老师做酒，他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雷老师做酒是7000个员工的力量。他7000个人全部是网络上像战狼一样的。我的华裔培养的就是这种网络战狼，就是所以呢，我把尽可能把这个毛爱酒业，我这个酒，培养出一批大量的在互联网上像狼一样的人。好，方丽，我们在这个调查工作中也发现，其实这个局面已经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款广告。这个广告上面是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集体打了一个广告，集体降价。这个价格低的也是低到154。上一次呢，你在跟我们告诉我们的时候，你是150这个概念，价差不大了，就这个已经不是你的优势，重要优势了。其实我是在今天这个大家在复述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已经把你的模式搞得清清楚楚了，而且我说是一个。那从我自己的结论哈，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是个好模式。老杜，你要是干得好，
你有可能把中国的酒文化是一场革命。对，这样好吧，我们的调查以及呈现都展示的差不多了。对，你想不想知道有多少人在网上挺你啊？还是我刚才讲的投票的85%左右吧。85%。如果那边是200多人的话，那这边应该是1600来人吧。老杜酱酒通过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在观看在我们节目录制之前截止的投支持票的人数，也就是可能拿到亲友股的，一共的人数是有9307人选择支持。谢谢王老师，厉害哈！就今天要送出25万的亲友股。那就看杨总给不给他们机会，杨总投我他们就有机会，杨总不投我他们就没机会。杨总不同意，你旁边还有一位粉丝呢，反正这25万观众肯定到手了。他这个家伙就是利用所有的一切机会在营销，在营销，你知道吧，在施加压力给投资人，是吧？你为了那亲友股1%那位观众眼巴巴的看着你也得投这个资，就这意思说吧。没有啊杨总，我不是这么小人吧。好，最后选择的时刻来了，来杨总请把手放在投票器上。是投还是不投是吧？当然，这搞得心脏有点压力了。如果你选择投资，那么请摁下它；如果你选择不投资，请告诉我们 no， 好不好？一切由你来选择。一起倒计时，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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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哇，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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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两位请，两位请，这里来，大鹏来。谢谢。您一直笑眯眯的，不怎么说话是吧？您告诉我一大实话，来之前想过不投？基本没有吧。来之前已经基本做好决定了。因为我们不光是观察团，我们自己也做过大量的调查。对对对，接下来欢乐时刻到来了，送股份，对吧？谁能中这份25万元奖品呢？老杜，请转身，不要看他，非在这里是吧？对，好嘞。开始了吗？你说开始，你说停，然后来决定谁拿到这1%25万。1、2、3，开始。停。151藏龙卧虎3381，恭喜这位朋友。25万，最起码25万到手了啊！这时候我没准都哭了，我跟你说，要我就哭了。能看到是哪个区域的吗？这个观众朋友，我这个中奖的这个幸运者，我给你个建议啊，这个因为不知道老杜这事儿能干多久，中奖赶紧去兑现。25万，尽快，我说句，尽快到我公司签这个股份协议。这个，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承诺，而不是一个合法律文件嘛。这也是一个方法，我觉得可以跟观众讲，如果他想变现，没准后面有很多投资想跟，比如说我们那个关总，对吧？没准想把你把它买过来，你就直接可以变现，交完税啊。他给他25万就可以了。这也是个方法。他如果愿意卖，就买那个。哇，这个买他划得来。除此之外呢，藏龙卧虎跟我们的兄弟节目啊，非你莫属进行了联动。如果大家想在老杜的这个企业里面找到工作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上啊报名，大家可以把你的简历呢发送到非你莫属2010@126.com， 而且在邮件上标注藏龙卧虎以及自己的求职意向，就可能获得老杜企业创业团队获得的岗位。那我们在此掌声恭喜老杜和两位投资人，谢谢，创业成功，谢谢，加油，好，谢谢你，感谢，谢谢，我俩抱一下，这个叫的台长。今天也心情特别激动，也比较高兴，就是毕竟，钱是多少不重要，关键是别人认可你、信任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个一旦给到我的话，它反而是我的一个重大压力。老杜这个老杜酱酒啊，看起来是个传统企业，是卖酒的，但实际上我把它定位成是一个互联网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年之后它的估值，我觉得4倍5倍应该是没问题的。对投资人要说的就是，我要回报你这种认可和信任。投有所报，信有所值。1月13号节目中，西北汉子个性强势的创业者赵永寿带着他的小马青青来到现场，他把自己的国青社区 APP 项目自诩为阳光版陌陌，
现已拥有20万用户，投资人也极为看好他的项目，两人现场以真爱示人。调查团本着谨慎的态度，又做了详尽的场外尽调，千万投资今天能否现场签约成功呢？回来，这也是节目播出之后了，是吧？你这么喜庆呢，看来变化很大，对吗？对，变化还是蛮大的啊。这个上次节目被各位这个调查团的老师们虐了以后呢，虐心了之后啊，我也是这个仔细的反思了一下，我的国际社区变化也很大，就是有1000多个下载，然后这个活跃度也上升了10000多，这个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上回虽然不太令人满意，但是黄磊还痴心不改那意思，啊，今天还是带着痴心来的，是吧？上周节目播出之后吧，我第二天开始接到很多朋友电话，大部分是唱反调的，说你傻呀，投这样的项目，对，这样的质疑特别多。是。然后呢，也有还特别奇葩，就是国际社区的会员，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加我的微信，就是特别的。由衷的希望我能投，保证国情能够活下去。这回的要求是希望拿到多少钱？1000万。1000万，25%的股份。哦，25%的股份。对，真是。那你的估值就是4000万，是吧？对，4000万。好，我们算算啊，就我最关心那个事儿，亲友股是占多少钱，对吧？那是这实惠的。对，10%还是1/1000？上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说了1/1000，但是呢，我们觉得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支持我们的这些用户呢，对我们支持非常大。所以今天呢，我在场就是说，我自己单独再拿出来这个4%，总共是5%的这样的股权来回馈今天最终这个获得这个亲友股的这个观众。20万。对，20万。还是陈红数学好。现在4000万的估值。20万的亲友股，如果投资成功，是吧？是的。行，你觉得反对的人数会多吗？我觉得反对的人肯定会有，而且我觉得应该还不少。但是我觉得最终应该支持我的人还是占多数。自节目播出后啊，截止到目前，一共有721个人投票表示不看好国兴市区，就是赵永寿这个项目。那么这721个朋友。投反对票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不太可能拿着亲友股嘛。但是我们送出的是真态度大奖，所以我们先代表栏目组感谢这些投反对票的朋友，啊，谢谢大家。哎，考验的时刻了，好吧？好，来，黄磊，请上座。上回被虐了。这回咱们挑一个还是最狠的人上来再试试他。展示你不仅是一个在合作伙伴面前很强势，在投资人面前很强势，所以很让人联想到有一天是不是你四面楚歌。所以我们也是想在这里请出一下您的夫人，通过她来了解一下您的家庭的情况。好的，好，那请太太上场吧。来，我们有请赵永寿的太太。太太你好，话筒，主持人好，你好你好，你对这个项目怎么看呢？挺靠谱的吧？靠谱吗？对不对？确定吗？我觉得挺靠谱的。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得说实话了。很不幸啊，在我们上场之前，我去他们屋溜达了一圈，休息了一会儿，就听有一个女人，非常粗暴的对她老公说：“我告诉你啊，就给你1年，要不然你甭干。”我跟你说。这是我没听错啊，是您说的。你少说了1年，我说2年，我说的是2年。啊，2年是吧？对啊，我不是很看好所有的创业者，对，我不太喜欢。所有的。对。是。当时我也在场，我加了一句，我说我只给你1年。对。啊，对，我就再补充一句，好像您对这个投资人也不太客气，啊。对，是吧？对，就在您看来，他们都不靠谱，是吧？对，这个黄磊，我一定要投诉他一下。啊，赶紧说。就是我老公给他那个做了这么久，工资发得非常低。我们家的这个生活，每天我都是由我在焦虑。对，您掌控着多少财产大概？这个能不说吗？那每个月花多少钱？每个月我们家开支至少要2万块钱。2万不少了，这生活质量很高了。每个月2万。对啊。
那黄磊每个月给他多少钱工资？我的观点是就不应该给钱，因为是孵化阶段。我的，那我觉得怪不得他太太对你有抱怨。你想，他是79年的，如果一个79年的创业者连生活积蓄都没有，我相信我要投他，我是不是？他到底多少钱？咱直接回答，你到底给他开多少？我是孵化阶段的话，给的是8000块钱吧。哟，那可真不低了，怎么你还会投诉呢？8000块钱，陈欧到上市的时候才给自己开5000块钱工资。但是这对于创业者来讲很正常，但是那是可以至少能让我看得到啊。现在我看不到。不是，今天如果投成的话，上千万的钱就来了。姑娘，不是不是8000块钱你没看到，是不是他隐藏起来了？是说他没看到这8000块钱？哎呀，是不是藏到哪里去了？行了，那就这还是挺支持的一个贤内助是吧？一看就是在家里管事儿的。谢谢您，感谢谢谢，我感谢一下，来，哎呦，感谢，那就吻一下吧，这就拥抱不算吻，来吧，亲一个，亲一个，来来，亲一个，亲，哎呀呀，哈哈，谢谢您，谢谢，啊，请。好，那就再这样，我们看下一个调查员的调查，好吧，咱们从另外一个维度解读一下，沈总，永寿这个项目呢，我们。非常认真，我接到这个调查的任务，在录《非你莫属》的时候，我专门又对我们的几个知名的老板，boss 又进行了访问，因为他们本身是创业者，同时他们也应该是你的核心顾客，是吧？他们也应该是你的这个使用者。那么想听听他们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我的理解的它是高端陌陌。如果是偏重于服务，而不单单偏重于交友，哎，比如像我们平时很忙，对，就是俗话讲，就是说没时间逛商场，没时间去消费，对，我们平时很忙，我们更希望呢，他有这种集体的给我们一些推荐活动，就是他要是能对我们有个性化的服务呢，我觉得很好。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信这个服务。我觉得啊，这个项目呢。他做得好的话，做得可信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前景的。就即便是我们只是针对这个公务员的这一个行业的，我认为，也很难超越陌陌和微信。我觉得他的这个关键是在于说，是否让这个圈子啊，或者人群这个圈子能够持久的爆发出创新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是公务员的，想搞这个。对，不是公务员，对，完全就是异想天开的。你不看好的项目，对，没有前途。沈总是这样的，就是刚才那个您调查的第一个朋友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其实他对我们的产品是说的最明白的，也唯一是他能够最支持我的。后面的 boss 不知道是您把我们的问题曲解给他，我说的都是一样的，还是怎么回事？我在反正是没有说清楚。我在表述这个调查问卷的时候说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唯有第一个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首先我要纠正两个误区啊。第一个，我们的产品啊，以公务员作为种子用户，但绝对不是以中资源这个公务员作为交友的。全国的公务员总共不到1000万，这个人群很难会把他们形成一个商业人群。这个如果做一个项目可以，但是作为一个互联网的项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新版本发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人群都可以进去。我上次已经说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定位的是精英人群。我们的产品不是社交，也不是说是微信，也不是陌陌，我们是刚才这位第一位老板说的非常对。我们现在就做的是对所有的人群呢，集中的给他们对接服务。你能先给我报你觉得你最有可能提供的10项服务是哪10项吗？十项，你说三项所有吗？10项应该已经别说10项了，我现在能够举出来300项。汽车方面啊，汽车的上门保养，汽车的这个二手车，洗车服务，然后那个对于洗衣服的上门取衣服，亲子服务，婚姻的这个婚纱服务，定制这个婚礼服务，你得还有这个精英人群做了一个精品购物。可以这样理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第一次。那么你前面就误导了我们，你告诉我们是一个社交网站。因为后边我没有说完，我们的产品的宗旨是什么呢？阳光社交，这是前半部分，后面四个字没说完，全让你们打压了。后面四个字是精致服务。哎，对，这是我们8个字。你看赵永寿是这样啊，东军做了一番调查，对吧？说完之后就不看好，他反倒就起劲了，这种感觉是吧？你们打压我，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格局，你们太小了，必须的。赵永寿做了充足的功课，来到第二次来到这个舞台，比第一次牛多了，
对吧？必须得说什么，叭叭叭就给你回回去了。就我来说，我还是不太看好。当你一旦做这么大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特色，没有这特别的竞争力了。原来以为是社交，所以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支持的。今天你翻了盘了，我听到后面的我反正挺兴奋，可是我没做那个调查呀。但那个，因为我自己是个需求者呀，不管是家政也好，我看病也好，我就属于那种完全没有时间的人。但这个人群呢，显然不是在那公务员那个人群里面。这一定是年收入30万以上的，25万，起码30万以上的人。在这个新的版本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开放注册了。那么将来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还能实现一个分层分级，就是说对于人层啊，人的这个级别，按照你这个比如说公务员，我们就默认为他是 VIP 用户。啊，那么一般的用户呢，我们先暂时的定位是一般用户。将来随着他在这个社区里面，他所这种产生的这样的这个动作，我们会他给他一定的积分，然后形成一定的积分的上升通道，然后最后呢让他转换成 VIP 用户。所以我的用户群体会将来定位于更高端的这个精英用户。赵永寿，你真的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你这次有备而来，带着全新的东西，让我们没无从调查。其实我特别想你先承认一件事儿啊，抖音上一个国庆社区那项目已经死了，对吧？没有死，这是一个。你今天拿了个新产品来，那个产品呢？不是啊，这是个升级产品啊。什么？升级产品啊？我的理念。可是概念完全被颠覆了。没有，上一次讲概念不一样。这是这样的，就是说，本身我在这样的平台上，我不太想把我这个模式完全讲出来。王磊，你之前是不是知道？就是他今天讲这部分新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内容，你已经知道。对我来讲，就是我想投他的初心。不，我感觉是上回你们俩联手把我们给骗了，对啊，对吧？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骗局去做的调查。其实也未必，也许他们俩就没搞明白，通过被我们的这种追问倒逼回来，让他们自己去完善了产品。你看啊，对我同意，这也算是对调查他对我的理解。一个踩的，一个顶的，方力顶还是踩？我现在顶了。啊，两顶一踩。那陈浩，你的调查，我们最后一个调查在你这儿呢啊，我们特别想听一听。对，其实刚才由于他改变了他今天的策略。讲了一个3.0版本的国庆社区，有其他几位调查员有点措手不及，好像这个调查就好像作废了一样，其实你们调查都没有作废。我觉得这就恰恰是我们打中了他的痛点，他在被动在升级。但实际上我通过去他的这个走访，我还是觉得他们隐藏着不少的问题。我们去了以后一直想看后台数据，想了解这个想了解一下这日活跃量和这个留存率。但是呢，到我们走都没有看到，理由很简单，作为老板他无法看后台，技术总监无法看后台，只有一个外出办事儿的号称是运营总监的小姑娘能看后台。啊，不知道你们这个后台管理是怎么分工的啊？为什么你看不到后台数据？我真的不去登录那个下载的东西或者后台数据，都是他们来告诉我，而且那天走的不是他，不止他一个。投资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一个这个创业这个老板和他的技术总监都没法看后台，这个我们曾经交流过一次，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他给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其实恰恰是为了数据安全，因为做 IT 啊，就一般来讲我们不允许两个人掌握同样一个密码，因为这样的话容易万一后台出问题之后我不知道责任是谁，给我这样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讲的话，我最起码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希望下一步你要关注这个事情。就是上次你提过他没听，今天你再提，不知道他回去听不听。我希望听。我再补充一下，现阶段呢，根本不是我关注后台数据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在现阶段就是你数据上来几十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永寿你不用解释，我们很了解你的性格，你是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是的。所以也许我们的主意被99%的人认同，只要他不认同也没有用嘛，对吧？那也不一定。您说的还有一点啊，黄磊对赵永寿是真爱啊，我觉得是吧？到底是不是真爱，一会儿也会有解读。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我现在可得给你讲一个让你心碎一地的一件事儿了。其实，在要结束的时候啊，在我们其实这个探访完了以后要离开的时候，很意外的事情是赵永寿主动追了出来，跟我主动说了一番话，让我非常的惊诧。这个赵永寿说什么呢？说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黄磊的钱。然后认真听啊，他并不需要你的钱，你们俩呢也不是相爱的，他认为是你单恋他。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很多项目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个平台来让他发酵，能够推送出去。
而他就是那个平台。然而钱呢，他为什么说他不需要钱呢？他说他认识很多土豪，有些房地产商老板给他一两千万很正常，他并不缺你那一千万。这是你主动追出来找我说的，我可没问啊。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解释一下啊。真实解释啊，真实的。真实解释，我真实解释。我们去寻找投资人的时候呢，不要去完全看重钱。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认识这个黄总，为什么说跟黄总愿意深度合作，是因为呢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钱后面附加的他的资源的问题。这是我想表达的问题，表达的我的一个心声。也就是说，我更看重跟黄总这样有资源的，不但有资源又有钱的人合作，不管他钱多还是钱少。对于赵永寿说是有土豪给他投资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创业者的虚荣心的一个表现。我倒希望一个创业者有虚荣心，这样的话他会被他的虚荣心驱使不停地前进。好，问题问完了哈。这样陈浩也说了他的调查结果，所以你的意见是？我的意见是目前不看好。我觉得要做好事情，除了你本身很专注很偏执以外，还是需要对团队的重视。好，说来说去现在二比二，对吧？二比二的一个局面。黄磊好难哦，你坐在中间，对吧？其实我特别想问黄磊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你这个，因为你现在有这么好的资源，对吧？你有技术，你也有钱，也有一定资金实力，你自己也可以提拔一个团队来创这个项目，你为什么非要跟赵永寿合作呢？就在互联网时代，唯快不破。如果它不快，基本上您还没有长出苗苗就已经死掉了。那我就特别需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 CEO， 但同时呢，他必须尊重我，因为能把我的资源变现。这一点我倒觉得永寿啊，他是表面上表现得比较强悍，实际上内心还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就是在跟我的交往当中是特别谦逊的一个人。这一点我觉得正好是符合这个一个创业者的偏执性和两面性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因素。就资源我是有的。好，我有一个问题啊，要请各位帮忙。我一直都没说，我们要送亲友股。这个亲友股呢，是从支持的人里随机抽出来一个，对吧？刚才我说了，反对的是721个人，对吧？赞成的有多少个人呢？106369人，是我们所有的投票里面最高的。第二高的是老杜的老杜酱酒，9000多赞同。老杜的个人影响力挺大的了哈，就让我们栏目组特别的高兴，10万多呀。节目刚刚播出，我相信播出一个月之后，两个月后过100万都有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信息了嘛，看电视能发财是吧？亲友股夸都来了，但是刚播出还没有实践的时候，就10万多人赞成。我们有这个数据，这个10万我倒蛮惊讶啊，因为比老杜都超出了10倍不止。那我想知道，这个10万是在某一天的爆发，还是分布在过去这一周呢？陈红一看就是比较懂互联网啊，对。10月13号节目播出之后，投票是2977票。14号是267票，15号是114票，随着节目播出递减，其他的创投组合都是这样的。但是到了16号，投票为102287票，一天突然出来了一个。16号一天突然成为投票为102287票，是不是那天播的？17号是15票，18号为11票，13号播的。那我觉得这是刷出来的吧，这是水军的，这是水军。我还真没做这事情，但是你这不符合逻辑啊。那我就不知道，电视放完之后第4天你突然出来一个10万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诚信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啊，这个事儿我肯定是我自己肯定是没干，肯定的，我也不知道。首先你怎么看这个数据？我们没有说你干。不，我觉得这个咱们要搞清楚。那你的团队干没干？你敢保证？我的团队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这个数据的。你怎么看？你不知道？你听我说，你这么强。哎，等会儿别着急。我个人是相信他不知道的，因为他连他后台的数据都我真不知道。这段话我不是帮他说话啊。这个社区他本身心特别齐，我倒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当赵永寿受到这个强烈的抨击之后，这个社区本身的人就在那一瞬间爆发了，就也可能是喊话的用。啊，为什么我非要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就是我非常怀疑这帮人啊，如果是一帮人的话，是来抢这个亲友股的，你明白吧？而且这不像是10万多个人干的，肯定背后有一个黑手想把这个钱拿走，我不能让他这么得逞，你明白了吧？这事儿不应该发生，大家说是不是？对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保护这些股份不被抢走，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当然给节目组也提个醒了，万一观众看了以后学坏了，
也来这么着骗取亲友股的话，我们也得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肯定要升级的。我来说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做互联网的话呢，我非常知道刚才这个数据在瞬间爆发出来，这是不正常的，这个我承认啊。我觉得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呢，我觉得我们不能指责说任何一个人谁去投这个票，因为我想说一点，就是我们国新社区啊，确实有一帮真正的粉丝的，这些人呢，他们为了这个国新的发展也好，或者说是为了我们对我们这个团队的支持也好，他自己又懂这个互联网，他可能做了一些他后台这个刷票的事儿，是有可能的。就是对于突然冒出十万支持者这个事情，有可能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他们对我上一次提出需要有20万票的一个尊重，就他们特别希望我能投这个项目，所以呢可能做了一些互联网的行为吧。另外呢，我倒觉得可能这种方法也恰恰是体现了他们这个还是动脑筋、有一定技术手段的。行吧，这事儿反正也还是说不明白啊，咱们画一个问号。那就这样了啊，咱们该投票了啊，投或者不投。我能不能再听四位导师的每个人最后的一个？你还要再听一遍？对，再听一遍。对。那只许说一句话啊，陈红。我就有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哦，冯军。我觉得最后这个投票的事件啊，让我给这个项目更加减分了，也让我重新看待这个项目，包括这一帮团队，因为这挺可怕的一件事。嗯，陈浩。我觉得黄磊要慎重，因为好合未必好散。王磊，看你有多大胆儿，这个人肯定是能成事儿的人。但我同意陈总说那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有没有能力骑这头野马？野马，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好了，听到了，都听到了哈，该做决定了，好不好？十秒钟倒计时之后，你要告诉我们结果，把手放在投票器上吧。来，全场倒计时，十个数，十、九、八。得 ，yes， 恭喜双方投资成功，来，谢谢，恭喜啊，谢谢，这个无怨无悔是吧？要不说我说你们俩是真爱嘛，对吧？我想讲一句话，就为什么我们敢投？我觉得，因为刚才方老师和浩哥讲的对，我也是一匹野马。我相信我能驾驭这匹野马。抱一个吧，就好兄弟，好兄弟，哎，对，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亲友股该怎么抽的问题，20万呀。其实就把那天晚上那十几万人给删除掉，我们把那个瞬间爆发的十几万清除掉啊。但是今天因为技术原因，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向大家承诺，这个一定不会落空的。我们把它清掉之后，剩下那个真实有效的投票数，我们会从中抽出一个人，获得这20万的亲友股，可不可以？可以。好的，来，现在恭喜你一下啊！赵永树的20万创业股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您抽出，敬请关注。目前已有3位创业者得到了自己的投资，但投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下来登场的是潘奇团队和他们的投资人薛天赋。重新回到舞台的潘奇对自己的旅游项目游必应信心十足，开场就要求投资人增加项目估值。记得上回说要融一千万，2000万，20%，2000万20%，对，这是我的心理需求。价码可以翻倍了，原先估值5000万，现在一下变成估值1亿了。对这个产品，对市场的重新一个判断了。对于潘奇的突然提价，投资人薛天赋虽有些惊诧，但并没有太大的反驳，表示只要是个好项目，调查结果满意，也可以接受增加的估值。但在调查团展开的深入调查中，随着层层的抽丝剥茧，现场态势急转直下。首先进行评测的户外达人对游必应项目给出的评价不容乐观。这个软件包括这个定位是非常不明确的，他没有足够的资源让我去选择，不管是机票、酒店，还是说线路，他的这个信息反馈非常非常不及时，让我产生非常强大的这个挫败感。
接下来，调查团场外电话采访了由潘奇提供号码的四川境内的40家旅行社，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他们对游必应的了解指数为零。咱们旅行社有没有跟一款叫游必应的这个软件合作呢？没有。有没有跟一款叫游必应的这个软件合作呢？没有。哎，你好，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您这个旅行社有没有跟一档软件叫游必应的这个合作呢？没有。啊，这些电话号码和旅行社都是你提供给我们节目组的。嗯，当时给了一组，给了400家门店的这个。对，你当时在说的时候，你说这些都是跟你们有过业务联系的，但是这些人完全都不知道是你提供的，但是他们又不知道。我刚才说他可以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还要把产品和他们进行课件讲授。让他们，你其实上一次的表述当中，在四川地区你的业务已经成熟了，我们一旦上你的网络就可以用这些。上一次我讲的是我们设了一个，我们正在测试阶段，我们要把 B 端全部进行了完整的培训和服务，才能够达到好的体验。潘奇对这件事的解释是，目前正在测试阶段，推广还没有正式开始进行。而接下来调查团又现场联系了行业资深前辈驴妈妈的老板洪清华，询问关于游必应项目，洪总给出的评价也不尽如人意。游必应其实目前还是没有成为一个主流和一个成功的模式，在这个自由行和跟团游上，我觉得它的点太散，机票和酒店它基本上没有机会了，这对他来说挑战也是很大的。几轮调查询问后，潘奇也意识到自己产品及操作中确实存在问题。第一，有心理准备。第二呢，我觉得上了这个节目，收益蛮多。投资人薛天赋在听取各方的调查意见后，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出的这些问题啊，都是一个正常，而且我觉得非常珍贵，因为今天这个节目和你承受的压力测试，会是浓缩了其他企业3个月、6个月甚至12个月左右。这3个月、6个月、12个月对互联网企业至关重要。今天拿到的是一笔财富，真的是一笔财富。这是太珍贵的一次这种压力测试了。对，我到选择的时候，在场外观众互动投票的平台中，有4012人为潘奇投了支持票，这是否会让游必应在投资人心中加分呢？如果本次投资成功，那么将有一位幸运观众拿到估值1亿元项目的1/1000，及价值50万元的创业股。潘奇最终会融资成功吗？会有观众成为50万元创业股的幸运儿吗？到选择的时候，来，全场朋友倒计时10个数，10 9 8 7 6 5 4 3 2 1，选择。我选择放。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把游必应的这个投资轮从 VC 这一轮，或者叫 A 轮，挪到天使。嗯，对，这就对了。我虽然今天没有按下这个键，但是我愿意提供200万的可转换债权，我希望把你的估值砍掉1个0，200万20%，而不是2000万20%。一会儿再沟通这个事儿。如果2到3个月之内这些问题能解决了，那我们一起迎来我们的 A 轮投资，还是2000万20%。OK。那也谢谢天赋，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哎、谢谢四位的调查团成员，谢谢所有的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希望你变得更富有更成功。